疫情扰乱人心，在新竹县府这边，他们特别邀请到金曲客家歌手邱连青创作歌曲《一条心》，希望可以透过音乐的力量安定大家的心情。而且这首歌还融合了原住民跟闽南元素，象征在防疫上大家也都齐心合力，也特别找来了医护以及警消代表一起献唱。人情共敬同艰辛，面对病毒，齐心协力防御，不分你我。新竹县政府想透过音乐的力量，鼓舞全台湾，创作这首《一条心》。最主要是要鼓舞我们的人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觉得我们是坚强的来抗疫。金曲客家歌手邱连青创作词曲，融合闽南及原住民元素，集结众人之力，也邀请警消及医护代表一起献唱。寻梦赶桥，四面迎亲，三忙大表做莫停。进录音室配唱，对牙医赖文少来说是初体验，兴奋又紧张。不过能够替防疫贡献心力，他也全力以赴。虽然是人生中第一次进入录音室，真的有点紧张，可是看到前线的医护人员还有防疫人员坚守岗位，其实大家都是一条心来防疫。经过反复练习，让歌曲录制顺利完工，希望温暖轻柔的这首《一条心》能够抚慰人心，陪伴大家度过疫情的黑暗期。华视新闻庄明宪、黄瑞麟、蒲新宇新竹报道。